吕雪薇，小提琴演奏界孤勇者。舞台上，凭着精湛的琴艺，就此征服台下观众。22岁才接触小提琴，但热爱和全身投入使他迅速进步。凭借精湛琴艺和超过100场演奏经验，成为本国小提琴演奏界的小天后。他坚信追逐梦想没有年龄局限，只有心态拖延。在滑翔跳伞中演奏创举，感激音乐让他的生命再度起飞，指尖弦上遥望星辰大海，感恩陈伟天恩师在迷失中为他照亮前方。